们来看这个灶的笔法以及拆解的方式。好，基本上左边这个竹，这个口我们可以不变啊，就是写成左边、右边，就像一个一二。好，再来看这个纸啊，这边一竖画，一短平画就变成两点。好，两点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我们取它的左边，好，取它的左边，那么再位移到这边来，到这边来，好，所以写起来是不是这样的写法？好，所以加起来，这就是左边这个竹。那至于这个右边呢，这个三个口一个木，这个口呢，我们一样斜角切左边，那么右边这边呢？变成斜画，斜画变点，所以加起来就变成诗。好，再来这边两个口，两个口是不是四画啊？四画变三点啊，三点为一啊，这边一，那原来的木写起来变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来看啊，这边啊 ，OK， 好，要写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组合一次这个竹。口木，就所谓的灶。